same thing as the person in front of me. Hi, 大家，我现在要去买中餐。最近看 YouTube 上面还蛮多人在做一个挑战的，就是你今天的一餐让前面的人帮你做决定。我看完这个挑战，觉得还蛮有趣，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其实会有点紧张，做这个挑战最怕就是你不晓得你前面那台车会点多少份。你现在是不是既期待又怕被拒绝的心情？万一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怎么办？哦，我们前面是箱型车哎。我们一起来计算总共花了多久成功点完餐。Hi there,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order, please? Hello, may I order the same thing as the person in front of me? Hello. Hey, sorry. Can I order the same thing as the person in front of me? I want to order the same thing as the person in front of me.You want the same order as the person in front of you? Yes, yes. May I? Yep. Oh, thank you so much. Driving up when you're ready. Okay. 这样可以吗？我刚刚超紧张，我以为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Hello. Chocolate is coming. 18块。Hello.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这边取餐吗？对。我第一次走得来速。他点了18块，会是什么？嗨 ，Thank you. 饮料。Sorry. Okay.好兴奋，没想到我成功了。它是一台休旅车，然后我那时候超紧张，想说哇，里面有坐几个人，他该不会点超多的，然后我们会吃不完。好像很轻耶，万一只有一个人份怎么办？我们再出来买一次。现在要去寄信，然后寄完信再回家吃麦当当，所以现在要开去邮局。看看我们点了什么，三个汉堡，一个大薯，他的 receipt 在哪？他没有给我们 receipt， 好吧，先吃一个薯条。妹妹，我们两个三个汉堡应该吃得饱了，好开心啊！我们先赶快寄信，然后回家吃麦当劳。我们到家了，这个是他们的大杯，可是这个在台湾是算中杯吧，对不对？啊，跟一个大薯，这个是什么汉堡？大麦克啊，这是大麦克。啊，上面就写了。哦，写在哪里？哦，大麦克，两个大麦克，这个应该是小的起司堡。还满意吗？我们第一次的挑战，哎，他没有给我们卫生纸。好，算了，没关系。卫生纸。好了，我觉得我们俩这一次算是蛮成功的，第一次嘛。其实我一开始很担心，因为前面那台车点很多人份，或者是只是点个冰淇淋，或者是点一杯咖啡，那个就囧大了。真的是幸好他点的就是刚好适合我们两个人的餐，这样子不多不少，刚刚好。
的可乐是那个 Diet Coke 还是一般的 Coke？ 我分不出来。哦。那接下来就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看着我吃麦当劳，我只好先关机起来，然后好好的享受我的午餐。我们下个影片见喽，拜拜。